遥控曱甴买个背包任你舞。你冇睇错，真系喐下手指，佢点行点走都由你话事。原机就喺呢个电子背包入面。会直接触动佢哋触觉嘅神经元，我哋揿一下，神经元受到刺激，曱甴就会误以为前面有墙，于是急转弯，仲可以 set 速度，又唔会整痛曱甴。除咗之后就可以还翻自由俾佢哋，咁都谂到，都系多得呢位英国神经学家，佢想用呢个实验研究人类个脑点样接收同传出资料，有望用嚟医帕金逊症同埋改善人工耳蜗植入。佢仲希望用嚟做儿童教育，引发细路仔对神经学嘅兴趣。而家已经接受预售，每个背包成为780蚊港纸，不过都咪话唔提你，唔包曱甴噶。